你好没好啊？快了，等我一下。你快点儿。孩子真是够执着的啊。怎么了？熊老师。哎，有事儿啊？嗯，熊老师，我们班的体育委员郑亮家里临时有事儿，所以请假了。明天的50米补考，我来帮您记成绩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嗯嗯，熊老师再见。哎。今天医生说孩子挺健康的，那我就踏实了。你放心吧，咱们孩子一定会特别好的。你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男孩女孩我都喜欢。哎，我们去那边买点吃的吧。哎，别买了，我有点累了，回家吧。好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做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